其实，与其说是我陪着殿下，不如说是殿下陪着我。不管以后的路有多么难走，雪鹰都愿与殿下一同尝试。若不经历坎坷，怎会知道这里的风景有这样好？既然此处风景这样好，你还不换个称呼叫我？是。嗯。玉郎。这是你为我准备的吗？殿下，你怎么又叫我殿下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太紧张了，我下次一定先问过你。下次是。什么时候？